系，咁有学者咧就认为咧，习近平上台之后抛弃韬光养晦嘅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嘅真实面目，但系令看穿中共仲好远喎。咁呢个问题系袁爸爸点样睇咧？看穿中国，梗系仲有好多时间。譬如我喺台湾啱过嚟啊，一半人仲系相信中共噶，谂住同中共啊瞓埋一张床冇问题嘅，即系有啲咁嘅谂法嘅。咁咧就呢样嘢咧，呢个系一路过去，你哋系全世界做最大量嘅工作，即系喝醒全世界嘅人。呢个你哋不断咁做紧，你话做到几时咧？冇人知。但系个问题咧，我哋做紧嗰阵时咧，佢喺度自杀紧啊！佢死得仲快啊！佢即系嗰种自杀嘅速度啊，仲快过我哋讲服人哋、叫醒人哋啊！呢个真系事实嚟嘅。佢而家嗰种，佢差唔多，因为佢咧就无知啊，佢唔知道人哋嗰个经济系点样行嘅，佢夹硬嚟，点知系越行越衰，行越衰，行到差唔多，大家都已经知道啦。而家懂得经济嗰啲人知道冇得救，我哋又早就知道佢唔掂噶啦。我哋讲咗成5年，但系咧。就實際咧，而家咧全世界知道佢行落去咧，佢因為佢唔明白嗰個所謂全世界真係正常嘅運行啊，正常嘅經濟係點樣運行嘅，咁佢又倒行逆施，仲以為自己好嘢添，攞唔攞仲拍下仲讚下自己添，所以咧搞到真係老老實實講，唉，真係好可憐啊！啲中國人民睇住佢，反而人民都聰明過佢，因為佢嗰啲好似習近平啊嗰班人咧，佢哋嗰種黨性。影响到佢哋有个正确客观嘅评估对成件事，咁佢哋一路咁做，所以嗱，我哋系做紧嘢，嗱，我哋日日咁一得闲就做嘢，系嘛，都好忙，你又好忙啦，阿吴生又好忙，但系我哋可以叫醒嘅人啊，唔够佢犀利啊，哇，真系你谂下过去啊，日日都有新招，搞死自己，唔系新招嚟救，完全冇救，即系救翻个经济或者救翻人民嗰啲乜嘢。直情走向深淵啦，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字系主题，呢排越睇越清楚，我哋就不嬲都系睇死佢噶啦。但系而家啲人咧就开始，你知道经济学家咧，佢哋读过书噶嘛，咁又有解释啊。嗱呢个咁，早佢唔讲噶喎，系嘛？而家个个都睇衰佢啦，嗰时啊，佢又整一套解释出嚟，好似佢发明咁样样。实际我哋老早都知道共产党唔掂噶啦。啊，嗰阵时佢冇讲嘅话，仲讲到话不得了啊，会。隨時會報復式咁啊，恢復咁講，咁實際咧就係而家個成個情況啊，話打台灣嗰啲，即係嗰啲全部係表面嘢嚟嘅，你最緊要內部，中國嘅內部散曬啦，即係爛到不得了，所以你咁樣你邊度得啊？嗰啲咩又話一陣間又好開心啊，大班人參加個 break 係嘛，金磚咁啊，好多人用人民幣，咁佢又自己害自己啦，佢唔知道呢啲嘢，反而咧催促佢个灭亡啊！真系催促，佢唔知道啊，因为变咗咧，佢咁样变咗人民币，佢唔喐得啊。应该咧，人一个货币咧，应该有自由浮动，按照市场，按照现实。佢而家咁样做咗呢样嘢咧，反而唔喐得，喐亲都冇面子啊！哇，叫劝晒人哋用人民币做储备，咁变咗佢又唔跌得价喎，又唔起得价喎。实际你而家咧，如果真系要救个经济，人民币要大量贬值啊！而家冇反映到嘅真嘅价值。咁变咗咧，你到时一爆出嚟嗰阵时咧，真系神仙都冇得救。系，冇错。咁啊，有啲人就话咧，美国嘅政界啊，佢里头咧就系有相当一部分嘅人仲系好天真嘅，佢哋谂咧就觉得共产党都系人啦，我哋可以合作，佢又可以咧做呢个负责人嘅相关嘅利益啊方面嘅。咁舉個例子嚟講咧，最近咧關於要唔要禁止呢個 TikTok 嘅問題啦，好多呢個好心嘅美國人就話 TikTok 係好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好中意嘅嘢，咁樣可以用佢發揮自己嘅睇法，呢個係言論自由嘅一個工具等等，咁佢哋係咁樣諗嘅，但係佢哋睇唔到 TikTok 嘅具體作用，因為係中國共產黨所有嘅，所以佢嘅嗰啲算法咧就好自然咁。就將呢個多新聞嘅題目啊、標題啊引到去親共啊，即係好多呢一樣嘅，就引去親共嗰一邊啦。而且喺西方世界入邊
去搞連嗰種所謂嘅新聞節目啦，就但係部分人咧就睇唔到呢、這、一個，咁呢個係非常之糟糕嘅事。咁啊，要徹底睇穿呢個中共咧，睇嚟仲有相當遠嘅距離嘅。係啊，我有請吳生。其實呢個情況一路都係咁啦。啊，好多年來，我哋好似阿袁爸爸同我自己都係，同埋包括阿 Lily 你都係，我哋係盡我哋嘅力量去揭露中共嘅邪惡嚇。等人哋知道中共呢個邪惡本質咧係唔會改嘅，啊，即係要一個毒藥唔再有毒咧係好難嘅，係嘛？如果佢再唔有毒咧，咁佢就已經唔係毒藥嘅。即係話，如果共產黨會變好，咁佢就唔係共產黨噶啦。啊，所以呢個就肯定嘅。不過之所以仲有咁多人天真咧，係主要係因為好多人咧係對中共唔了解。他們總是以為呢 中國、啊、即他用中國和中共混淆了、啊、他以為、啊、很正常、啊、中國的 TikTok 來到我們這裡，我們美國是倡導這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嘛，為什麼要去禁不應該禁、啊、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幾乎所有美國的社交媒體在中國都是被禁的，很多美國人都不知道的、啊、Facebook 是被禁的、YouTube 是被禁的、這個X 是被禁的，好，所有都被禁的。那嗱，你有什麼道理？你們美國搞出來的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是 被禁止的，而中國大陸做的那些社交媒體是可以在這裡大行其道的，是怎樣？是怎樣？為什麼會這樣？他們就最關鍵的就是他們不明白呢，中共這個政權並非一個正常的政權，他們之所以這樣這麼不公道 去行事呢，沒聲音、啊、聽不到、啊、吳生沒聲音、啊、吳生是沒聲音的，是不是有電話來呢？應該明白呢、啊、有了、啊、剛才是沒聲音的，系，依家有啦。O、okay, K， 啊，对唔住啊，我有人嚟电话。呢、這个，所以美国人咧，包括一啲政客啊，可能仲未明白，中共咧唔系单单系因为佢哋犯呢个错嗰、那个错，佢哋冇呢种自由咩？佢系有一个野心嘅，佢个野心系乜嘢？就系、是、要做世界霸主。所以你美國如果再不覺醒呢、啊、最後你會成為中共的奴隸，很簡單。其實我是一直都說，我說中共不是想打仗，不是一定要想發射火箭、啊、殺人，他要的是控制全球，霸佔全球。如果個個都願意做他奴隸，他就不會打仗的。但是 你想不想做他奴隸、啊、有些人覺得、啊冇所謂啊！如果佢對我好，但問題就佢唔會對你好嘅，因為剛才阿邊個阿袁爸爸都講啦嚇，佢哋係主張黨性高於人性嘅，啊，即係話佢哋自己咧係冇人性嘅，一個冇人性嘅政權或者政黨去統治全世界，你做佢嘅奴隸，你願唔願意啊？好多美國人就未諗得通嚇，所以咧佢哋仍然嚟佢即係完全要推翻呢個邪惡嘅組織嘅嗰個程度咧，係仲係好遠一條路。不過咧，我要加一句係咩咧？剛才阿袁爸爸話咧，佢哋嘅自己自殺嘅速度仲快過嚇同我哋嘅講真相。不過咧，我覺得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嘅。一方面係好似阿習近平嗰啲加速師啊，喺度搞緊好多蠢事、壞事、笨事，嚟加速佢哋自己嘅滅亡。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忘記我哋咁多年來為咗佢哋功勞，唔係啲事實真係，你唔係真係個功勞，即係但兩邊都要睇你講得啱啊，相輔相成。係，嗯，啊，係冇錯，相輔相成嘅。所以我哋仍然要繼續加把勁啊，加把勁啊，即係做啲讓更多人知道共產黨嘅邪惡，呢個係而家全世界最重要嘅一件事情。
系啊，其实唔止 TikTok 噶，即系任何属于共产党嘅嘢都要排斥。即系佢，我哋睇到嘅系 TikTok，但系有好多嘢我哋睇唔到嘅。咁如果系属于系共产党嗰度嚟嘅，都要我哋都要隔开嘅，我哋都要去排斥嘅，系即啊。如果好多美国人都知道咧，喺中国大陆系只有一个政党，同埋咧呢个政党咧系唔容许任何一个独立嘅媒体啊，唔单单系唔容许其他嘅政党存在，根本就唔容许独立嘅媒体。如果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喺中国大陆，你连互联网啊都唔系自由嘅。啊！你好多好多網站係俾佢封殺咗嘅，啊，同埋好多信息係俾佢過濾咗嘅。如果美國人明白中國大陸嘅情況咧，可能咧佢就冇咁再天真啦。問題就係而家咧，我哋喺呢方面冇做夠嚇，我哋真係應該要落啲功夫，俾更多嘅美國人、西方人、民主國家人知道中國大陸嘅情況係實際情況係如何。即係話，因為佢哋去中國大陸嘅時候，佢哋係唔知道嘅。啊，一個美國人去到中國大陸，啊住喺呢個 Sheraton Hotel，喺個房度打開個電視，佢哋睇到 CNN 喎，啊，我哋有新聞字啊，佢哋唔知嘅就係中國大陸嘅老百姓係絕對唔能夠睇到 CNN 嘅，更加唔好講話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絕對睇唔到嘅。但係佢係共產黨最叻嘅呃人。啊！佢好做得好細緻啊！佢查搞得好清楚啊！你一個美國人，你作為一個商家或者一個乜嘢科技人，你嚟到中國，你會住喺呢啲酒店啊？我就一定要整到你咧，你所見到嘅、所體驗到嘅，都係等你有一個好好嘅對中國一個好好嘅印象，同埋咧將中國同中共啊混淆咗啊！咁啊，一切好事咧就係得多得中共啊！佢係一路搞得好犀利嘅，其實咧，成個中國大陸啊，都係一個統戰環境嚟嘅。啊，好多人以為咧，淨係俾統戰部啲人追住你嘅時候，先你先係被統戰，其實唔係。所有你我都話啦，所有外國人嚟到中國大陸就已經被統戰緊啦。所有住喺中國大陸嘅中國人啊，就一路日日被洗腦緊。好多人以為入咗洗腦班先係被洗腦，唔係噶。你喺中國大陸生活，你就已經日日被洗腦啊。所以我哋做嘅係應該點樣去反洗腦、反統治咁啊，嚴爸爸有冇補充？嗱，我哋實際咧真係要向歷史學習啊。佢而家中國共產黨同納粹啊，根本係冇乜分別嘅。你諗諗啊，納粹嗰陣時啊。全世界好多人好尊重佢嘅喎，日本人啊，中国人啊，英国人啊，连嗰英国嗰个皇帝啊，都话觉得佢系好嘅。咁啊，金乃迪嗰个老豆系嘛，跟住全世界睇好佢嘅喎，IBM 系大生意，死都唔放弃，一路直到打败佢，入到集中营之后，至发现佢谋杀咗咁多人。所以你話到最後佢都冇喺嗰陣時事後咧，已經打敗咗，至開始發現咗咁多問題啊！所以你嗰個唔可能全部醒覺嘅，因為佢做好多秘密嘢。你淨係諗下佢做咗殺咗幾多人，我哋所知道佢死咗幾千萬人，但係到今時淨係嗰個病毒啊，死咗幾多人，我哋真係唔知喎，冇攞唔到數字啊！你明唔明啊？可能超過一加個零都唔知嘅。所以我同我啲人好多拗，好多唔相信你哋師傅話嗰4億人，我傾向相信嘅。我話你用乜嘢冇證明共產黨冇嘢做唔到，所以我就話大家要睇呢個問題。你兩個有選擇，我梗係相信你哋師傅，冇理由信共產黨啊！共產黨幾時講過一句真嘢？一句都未講過嘅。所以我話俾你聽，嗰啲問題啊，你未出現嘅好多問題，咪先？你冇可能完全可以攞佢解放，但係同時又要推翻佢。同時好彩咧，佢又喺度自己破壞緊。希特拉都做咗好多破壞自己嘅嘢啊，操之過急，又去打呢個打無辜辜去打，打到最後咧，最唔好嘅得罪咗美國。咁啊，搞到美國咧又幫埋蘇聯啊，幫埋所有人就消滅佢。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講到最後，美國係幾主題嘅，啊，叫醒美國係最關鍵添。係啊，冇錯啊，
冇錯，咁我哋睇下下一個新聞咧，就係美國總統拜登咧，係周三咧就啟程前往呢個意大利嘅，咁就準備同七國嘅集團啦、G7 嘅領導人去會面，咁就係想解決三個方面嘅主要問題嘅。咁我想請阿吳生講下呢個拜登總統嘅呢個意大利之行，係。咁我諗咧，呢個意大利之行咧，其中一個主題。肯定是怎樣大家聯手對付中共，這個是肯定的，這個其實是拜登總統的一個一貫的政策，拜登和川普呢兩個都是要打中共的，只是呢打的方式不一樣，我都經常說明居正教授，台灣的明居正教授說過一句我覺得很好玩的話，他說你看看川普啊，他是一個強人嘛，所以他呢就 不需要人家幫手，他就是即刻去叫板在那裡自己赤膊上陣和要打整低中共。他說Joe Biden 呢因為有些老了，身體沒那麼強壯，所以呢就喜歡要搞一個群毆，所以他一上台呢就不是即刻出拳去打中共，而是到處 去飛去日本、飛去菲律賓、飛去澳大利亞，成立一個反共聯盟，所以而反共聯盟最重要的成員就是這個G7 啦，梗係啦，因為G7全部呢七個國家加埋，應該嗰個 GDP 係佔咗全球嘅一半，好似係好犀利嘅嘛，所以肯定咧這個如何對付中共是一個肯定的一個主題。咁今次咧去意大利咧，有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係咩咧？就係而家因為舊年意大利有大總統大選，新上任嘅總理應該係總理啊，第一把手啊，就係呢個叫做 Meloni。呢個 Meloni 係一個反共勇士嚟噶嚇，犀利犀利。啊，好犀利啊！女中豪傑啊，女中豪傑，冇錯，佢係被稱為意大利嘅川普。佢未上台啊，喺競選嘅時候佢就話啦：如果我一上台，我就會做兩件事，關於中對華政策啊，兩件事嘅話，第一件，全部中共派喺意大利巡邏嗰啲警察，全部要捆回家。好荒唐的，他上一任那個即半共產黨 的政府容許中共派警察 在意大利巡邏，他說我會做這個，第二我會做呢，我會立刻取消和中共簽那些一帶一路的所有合約。他競選的時候是這樣說，而呢他又得到非常高的票數，即是說呢意大利很多人民是覺醒了，因為意大利人以前在歐洲來說是屬於最親共的，他們 最不清楚分開中共和中國，因為意大利人有一種羅曼蒂克化的中國觀，因為他們那個馬哥勃羅曾經寫了一本中國遊記，所有意大利人都知道的，知道這本書的，甚至很多人看過這本書，所以就很多即係將中國浪漫化、向往，哇！中國喺一千年就已經好先進啦，好輝煌嘅文化乜嘢乜嘢啊！咁啊，共產黨嗰啲官員嚟到意大利，係話：，我哋中華文化點樣點樣犀利，我哋中國同意大利好早就有好多來往啊，馬可波羅啊咁啊，所以將好多意大利人咧呃到咧呢個中共與中國兩個概念混淆咗，所以我話余茂春先生，這個蓬比奧的個人顧問，是中國問題的個人顧問，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他成功地講服了蓬比奧和川普總統，一定要將中共和中國分開，我們打的要是中共而不是中國，我們批評的是中共，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這個咁而家呢個新總理喺意大利能夠得咁多票數咧，就説明咧意大利人絕對係有大有進步啊！喺對於共產黨嘅認識方面
所以咁我諗咧，川普咧，雖然啊，意大利係七個國家其中一個啦，但係佢係東道國咧，唔多唔少咧，會有影響又稍微多啲啦。咁另外咧，佢因為係反共啊嘛，阿梅羅尼好反共，所以肯定咧，如果阿川普同佢傾咧，佢哋肯定有好多問題會係達成一致嘅。咁可能咧，佢哋仲要做工作嘅係咩咧？而家歐洲即係呢個 G7 啊，喺反共程度唔夠嘅，主要係德國、法國啊兩個大國啊，英國喺度都改緊啊，英國啊，所以我諗咧，川普咧可能會花多啲精神去同呢兩個國家講點樣聯手反共啊，即係。咁呢次七國嘅集團首腦嘅峰會咧，仲聚焦喺中國不斷增長嘅出口實力啦，以及係工業產能過剩嘅問題。又講到呢個產能嘅問題啦，咁啊，我想請阿葉爸爸講下呢個。嗱，兩件事，那個產能過剩咧，仲唔係主要係中共喺度搏命供應俾俄羅斯啊。咁而家歐洲打仗係急噶嘛，嗰啲咩？貿易嗰啲係冇咁急噶嘛？打仗而家俄羅斯如果打贏仗啊，歐洲就大件事啦。嚇，打輸都大件事，咁分分鐘用核武器啊，咁乜嘢都做得出噶嘛。所以咧，而家咧，人哋而家最對中共嘅問題最大就係佢幫俄羅斯。咁講翻個產能過剩咧，呢啲嗱，你唔好聽啲經濟學家講，好鬼多問題。問題乜嘢咧？中國人冇錢買唔起啲產品。咁佢產品喺國內買唔去，咪梗係搏命平平地傾銷啦，向全世界傾銷。佢叫好聽啲，咁你話產能過剩，自己根本冇錢買。而家中國就窮到不得了，你啊大陸大把親戚朋友，你問問佢哋啊，冇人個個都攬住啲錢唔肯放啊，冇人敢使錢啊。睇住啲樓價嗱，你譬如樓價跌咗成四成啊，你仲出去使錢？哇！你真係日日都得長喊啊！日日睇住啲樓價係咁跌，邊度點使錢？冇人使錢啊！邊度去買車啊？夾硬都話想去買架車，個舊車用住先啦。個個都咁嘅心理啊，三又係，所以冇乜人消費，所有嗰啲高價消費全部死曬。所以個問題冇人唔係產能過剩，根本而家習近平佢又需要外匯喎，喺出邊搞呢樣搞嗰樣，佢需要好多外匯，咁佢嗱嗱聲咪搏命平價。蝕本賣出去的，根本啲貨全部賣出去，全部蝕本的，咁咧個問題好大，造成國內咧嗰啲經濟啊、銀行嘅經濟、公司嘅經濟，即係財務報告根本就一塌糊塗。佢哋咧仲會拖喎。嗱，你老實講啦，啲樓價跌咗，嗱，佢哋以為咧樓價跌咗就係個人嘅損失，唔係呢個問題嚟嘅。你樓價跌咗，銀行揸住噶嘛，你分期付款啊嘛，嗰度按揭啊嘛。你當你樓價跌咗，你個重估嗰個樓價嘅喎，係嘛？咁你重估個樓價，嗰個銀行會變咗銀行揸住個抵押品啊，個價值少咗啊！呢個好大件事嚟嘅，即刻佢就要你補翻錢啦，要你嗰啲供樓嗰啲人補翻錢，你補唔到咧，銀行成個財務報告啊要降級啊，好大件事嘅，降級降得好緊要，即係你手度揸住幾多抵押，你可以借幾多錢出去。呢個比例全世界規定啊嘛，喺歐洲有個叫做巴塞爾合協協議，即係你揸嘅抵押品同你借出嘅錢嗰個比例啊，大家規定國際上有規矩啊，好唔掂。佢而家死拖，實際佢啲銀行已經破曬產噶啦。個唔好以為而家係個人嘅樓價損失啊，銀行啊，你諗下嗰啲個個人供樓咧，起碼仲有七成未俾錢嘅，最多咪落咗三成頂。嗰七成未俾錢，邊個冇風險啊？全部係銀行啊！咁我七成嗰度又喺度跌緊價喎，日日喺度跌下跌下喎。實際而家咧，首當其衝啊，唔係淨係個人啊，銀行只係集中啊。所以而家變咗咩咧？香港都係啊，大陸又係唔接受啊，新嘅嚟抵押啊，你買新樓嚟抵押唔受啊。因為點解你每買新樓咧，你就只攞三成出嚟，銀行同你孭七成喎。所以銀行那個風險大過你個私人啊，佢而家唔玩啦。銀行知道落去咧，我就喺度你孭七成啊，又跌價喎，又跌喎。所以而家銀行香港而家就大鑊到乜咩價錢乜嘢都冇所謂啊，跌價都冇用，乜嘢都冇用。銀行話我唔玩啦。咁香港人買樓，大家都知道咧，多數都係去銀行按噶嘛。當你唔銀行唔按啦，呢個係災難性嘅。
所以呢個災難性，當堂成個樓市唔係話跌價起價嘅問題停咗啊！最罩嘅做生意最緊最罩嘅停，一停咧就冇收入，嗰啲開發商冇收入咧就還唔到錢，就係佢建築費啊乜乜乜零銀行利息啊還款就冇咗，呢個經濟就停啦。成個銀行啊，而家啊香港同埋大陸嘅銀行啊，基本上係停啊，即係所謂冇做生意，梗係要有錢入有錢出，咁啊呢個叫做成個貨如輪轉啊嘛。當你冇錢收入啊，我唔做啊，唔做就停咗喺度喎，唔停得嘅，一停就大禍。而家成個中國經濟，所以我哋做嘅嘢，我哋日日都講啊，但係佢面對嘅問題啊，是你冇辦法可以明白嘅，變咗中國嘅銀行嚇，同埋香港嘅銀行都停咗啊！咁中國銀行應該照道理講，好多人斷供啊，咁即係話我冇錢供樓啦，應該叫點解唔公布咧？佢斷供咧，佢銀行去同人做功夫，幫佢展期。唉，你慢慢你原本一個月供一萬蚊，你不如供五千蚊啦。你千祈唔好投行啊！你一投行咧就大禍啦，銀主盤。跟住咧就法拍，即系法喺法庭去拍卖，仲大镬，变咗银行咧唔够人手搞呢啲咁嘅嘢，仲大镬。所以而家嘅问题咧，原本呢啲咁嘅问题咧，我哋以前啊，譬如我喺外国系好少部分1% 有问题，而家变咗咧30-40% 嗰啲楼全部出问题，嗰啲有借款全啲债主全部出问题。所以個問題根本大到我哋又冇辦法想象。我最近了解，因為我北京嗰班人識嘅，我喺北京住咗十年啦，跟住上海住咗十年，嗰班搞經濟嗰啲人我全部識嘅，唔做啊，銀行唔做，銀行唔做啊，我哋冇諗到佢唔做啊，只諗到價錢跌幾多就肯定有人買啊，係咪？個個都話最樓肯定賣得去，只關鍵係你肯跌幾多價啫，冇件咁嘅事，你肯跌幾多都冇用，停咗啊，佢啲停咗啲係。因为银行不受，你哪里有钱买那栋楼呢？嗱，呢个就是大家要看关键啦。呢啲咁嘅嘢，大家净系睇嗰啲经济学家讲啲嘢冇鬼用嘅，要睇实际。实际就是银行不做啊，我不还啦，我费事咁多风险啦。啊，佢已经孭咗成而家咁多楼，佢已经孭咗好大风险啦。佢冇理由再孭噶嘛？你买新楼，佢又孭，佢边度银行孭？佢都系做生意噶嘛。系冇错，咁啊讲到啱先阿严爸爸讲呢个俄罗斯嘅问题啦，咁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咧喺周二咧就表示咧，首脑们将宣布针对俄罗斯嘅新制裁同埋出口嘅管制，目标系嗰啲帮助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作战嘅实体同埋网络嘅。咁美国咧系多次对呢个中共啊支持俄罗斯军队咧系发出警告嘅。咁此前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咧喺北京同中共高层会面嗰时，佢就直接咁指出，没有中共嘅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嘅攻击将难以维持啊。系严爸爸继续讲呢一个系最重要噶啦。而家唔系我嗰度加翻句啊，而家咧佢而家咧香港个问题，实际香港好多银行啊，香港就系其中系。空手嚟嘅，幫俄羅斯幫得好緊要，尤其啲晶片啊，全部經香港出嘅。佢而家想採取行動，但係等埋嗰47人嗰個判決啊，到底判幾耐，同埋黎智英嗰個判決仲未，佢喺度拖。我但係覺得咁樣拖落去咧，國務院啊，美國國務院拖唔起啦，到最後佢都係要落重手啊，成個中國都要落重手。根本呢個金融制裁，即係貨幣金融制裁啊，係一定要實行添。唯一呢個可以起作用。逼你中國不支持俄羅斯，但我的看法啊，以習近平和普京的交情啊，他們兩個人有一種默契啊，打不斷的，這個打不斷的。吳先生你怎麼看啊？他們兩個是有很多默契啊，還有很多結盟式的合作啊，但是呢，我覺得普京呢，不會完全唔会瞓晒个身落去系嘛？啊，同意我同意我同意。佢又冇办法，佢而家系逼不得已。即系我个人觉得，因为阿普京咧，佢曾经系KGB 啊嘅一个高管嚟噶嘛，所以佢好清楚咧喺历史上啊，中共曾经两次出卖过苏联，
1971年啊，呢個基辛格秘密訪華嘅時候，傾嘅係乜嘢？就係喺蘇聯背後要出賣蘇聯，為咗得到美國嘅一啲好處啊，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佢要毛澤東要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蔣介石踢出聯合國啊。如果美國同意呢個要求咧？ 中共咧就會幫佢哋對付蘇聯，俾美國喺中國境內建設建立5個巨型嘅間諜設備，因為嗰陣嗰啲技術咧係需要好近先能夠可以睇到蘇聯軍隊嘅活動嘅，所以唔同而家咁發達咯，嘢衛星乜都睇到啊，所以。 中共係同意咗嘅，你諗下啦，大家都話係共產黨嘅同志嚇，你居然係俾我哋嘅頭號敵人美帝國主喺你嘅領土上面建立呢啲咁嘅設備，呢啲係普京肯定知道嘅，同埋1968年嘅時候嚇，佢哋曾經打過仗添啊，1968年喺珍寶島嗰度啊，係兵戎相見嘅，係嘛，所以。 所以呢啲咁嘅事咧，普京肯定知道曬嘅，所以咧佢就唔會完全信得曬呢個習近平嘅，即係中共。所以佢哋係一種，因為冇辦法啦，佢知道咧，佢一開打一侵略呢個烏克蘭咧，美國同西方就會搞經濟制裁，經濟制裁佢一搞，唯一嘅救星就係中共買佢啲石油。但係據我所知咧。 共產黨亦都利用呢個機會咧，將佢嘅石油價壓得好慘嚇。咁但係阿邊個阿普京都冇辦法啦，都冇人買啊，冇人買啊，所以都平價賣俾中共啊。但係佢心裏邊肯定都唔高興嘅。咁另外咧，我知道咧，呢個美國嗰個空軍大學啊，咪曾經公布咗一個關於中共呢個火箭軍嘅秘密消息。咁其中裏邊有一張咧係講到咧。 話火箭軍喺中國大陸有唔知好似25個唔同嘅基地啊，咁其中有2個基地咧，啲火箭係瞄準俄羅斯嘅，<笑>所以呢啲啊普京都明白㗎啦，都知道㗎啊嚇，你都即係話咧，中共咧都唔信得過俄羅斯嘅，佢有可能咧，佢哋會諗到咧，有朝一日咧，可能係成為敵人添咁啊，佢哋會嚇。 咁另外咧，另外因為阿川普嘅時候咧，我知道阿川普咧係想聯俄反共嘅，啊，即係最起碼咧，同呢個普京傾到咧，嚟喂，你唔好搞事，好冇？啊，我點樣俾你啲好處，同你買多啲嘢俾你等等，啊，你只要最起碼你唔好同中共走埋一齊，更加好嘅就係將蘇聯、將俄羅斯。 拉攏到屬於西方嘅一個陣營，咁啊仲好啲。嗰陣咧要解決中共嘅就簡單得多啦。其實川普係好鬼精嘅人嚟㗎，呢一招係好犀利㗎。但係咧就好可惜嘅，佢冇繼續，咁啊就變咗而家咧就中共咧就反而咧係想聯歐反美啊。但係我諗佢都冇希望㗎，聯歐反美都冇成功到。 咁你個政府咧？想問啊，文欣，即係文欣，你係住喺歐洲啊？你對歐洲嘅情況，對俄羅斯嘅情況有睇法，就係同我哋住喺亞洲、美洲就唔一樣。咁啊，普京唔係共產主義嚟嘅喎，可唔可以咁講？絕對唔係啊！絕對唔係，佢係要解散共產黨嘅。佢自己話嘅，佢最起碼佢自己係咁講。佢話我係一個東正教嘅信徒，即係 Orthodox Christian 我係東正教信徒，所以我覺得佢咁，佢唔會同誒呢個中共咧完全上嚟結盟，因為佢哋冇一個共同嘅意識形態嘅基礎。但係阿普京係一個想做霸主嘅人，但係佢亦都知道俄羅斯嘅力量有限，所以佢嘅野心唔係做世界霸主，中共嘅野心係要做世界霸主。普京嘅野心係咩啊？ 係要重振沙皇時代嘅俄羅斯大帝國。
所有當時沙皇時代的領土，他認為都是應該屬於俄羅斯的，所以烏克蘭就首當其衝啊！同埋好多呢個波羅的海三國，佢哋都驚嘅，因為我即係我覺得第一，普京嘅諗法係咁，佢就係想重振呢、這個呢、這個咩啊？我彼得大帝啊，可以話俄羅斯大帝國啊，重振聲威啊，而佢咧即係佢都明白咧。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根本就沒有資格做一個世界霸主，它的經濟的力量是等於 中共的或者中國的經濟十分之一，中國經濟 是大過俄羅斯經濟 9.8 倍，即基本上10倍，所以俄羅斯一定要，所以普京知道他一定要靠中共才能夠打仗，尤其是如果呢個打仗係一個持久戰啊，即係佢初初以為我兩三個月將烏克蘭搞掂啊，但係而家搞唔掂啊，佢就一定要靠中共啊，如果唔係根本都連錢都唔夠啊打落去。嗯，同意。係嚴伯伯。不過而家中共都唔係好多錢噶啦。係啊。咁啊，係啊，嚴伯伯，你有冇補充？哇！這個就我同意文欣講，但係咧，習近平咧有個夢喎，佢諗住咧聯住俄羅斯咧就雄霸歐亞兩個大嘅洲啊！當然啦，佢而家非洲基本上都聽佢講噶啦，聽佢點噶啦，咁佢諗住咧，成日都諗住咧呢個叫做成個陸地啊，歐亞非大陸佢要雄霸。咁佢呢個就係佢哋嗰班人嘅夢想嚟嘅，共產黨員。我喺北京住嗰陣時候，我知道佢諗咩，佢諗住呢個係千載難逢、百年不遇嘅機會。咁佢所以咧，佢就實際佢嘅夢想百年啦。所以呢、這個你千祈大家唔好睇小佢。所以習近平咧，佢願意犧牲中國好多人民嘅乜乜嚇，點都嚟榨乾人民嚟實現佢呢個夢想啊！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事嚟噶。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就大力推行呢個一帶一路。其實一帶一路大家都知道，所有世界嗰啲軍事擴張主義者都係好重視基礎建設嘅。即係希特拉佢發動戰爭之前，佢係做乜嘢？又係基礎建設啦。啊，你睇而家今時今日仍然用緊嘅第一號高速公路喺德國嘅，係希特拉嘅時候。起噶，佢好好佢喺嗰度做咗好多基礎建設，所以經濟發達得好犀利啊，係嘛？冇失業啊，一模一樣。佢所以你要做世界霸主，你一定要有好多係你控制得了嘅基礎設施啊，所以就搞呢個一帶一路。但係咧，佢呢個係佢嘅如意算盤啦。但係一帶一路咧，目前咧亦都受到好多阻礙啦啊！剛才講到呢個意大利，喺意大利本來要同意俾中共搞呢個高鐵啊，同埋喺中共喺意大利建一啲機場啊、海港啊，全部取消曬，一個都唔留啊！比馬來西亞仲犀利，馬來西亞淨係將一部分嘅合約取消咗啊，而意大利啊全面取消，同呢個阿根廷一樣。咁美國咧係多次對中共啊支持呢個俄羅斯嘅軍隊咧就發出呢個警告啦。咁美國政府咧係指出呢個中共正在向俄羅斯提供可以用嘅軍事嘅目的嘅原材料，包括係用於製造彈藥啦嘅硝化纖維等素啊。咁中共嘅呢種行為咧，係導致咧直接導致咗俄羅斯戰爭嘅長期化。咁如果冇呢個中共嘅支持咧，佢呢個俄羅斯就冇可能咁長期都仍然喺度打緊仗嘅。係啊，嚴伯伯點睇？你唔係全靠中國嘅啫，中國而家佢好多唔出聲嘅，好多嘢運緊去。原本咧就黑龙江啊嗰度桥啊，好多年起咗好多年都唔开，一路都拖住唔开。今次咧就因为乌克兰嗰张战争咧，嗱嗱声开一路运啊，用铁路喺啲货柜里边运好多好多嘢去俄罗斯，不得了啊！呢个好多未计数添啊！如果佢摆埋上去啊，佢系啊，佢出口有大把增长添啊！呢全部都系增长嚟嘅，所以呢个问题
我了解啊，因為我點解咧？我係同蒙古好熟，我咧就係同俄羅斯都好熟，我知道佢哋喺度搞緊乜嘢，佢哋都同我講啊。佢話直情係即係靠中國靠得好緊，仲靠得嚟仲唔滿意啲嘛？話中國唔俾夠，永遠都唔夠噶啦！即係打仗呢啲嘢咧，永遠都話後防都唔夠供應。呢場仗有排打噶，所以我就唔相信。唔理你美國啲幾先進都好。嗱，我嗰日我哋講，我講咗講開 F-35啊，咁就斷咗，先進到不得了。我想補充翻嗰日嘅講嘅嘢。我認識得個人咧係台灣人嚟嘅，咁佢咧。就成個 F-35 個頭盔啊，係佢發明噶嚇，即成係佢設計。嗰個頭盔啊，係 3D 啊，三維嘅，而且睇曬成個戰場嘅，每一個喺 F-35 個機師啊，都戴住個頭盔嘅，睇曬所有嘅戰場。咁一般嘅打仗咧，就有個隊長跟住佢命令嗰啲飛機點啊 ？F-35 唔係啊，個個都係隊長嚟嘅，睇曬全部，然後佢哋討論喎。点样打？点样打？喺呢个战场啊，譬如有七架 F-35 一队啊，个个都带住呢个，个个睇晒全部嘅嘢，然后大家商量点打啊，唔需要队长噶。譬如其中一架俾人击落咗啦，佢其他啲人照样打，当讨论少咗一个啫嘛。佢唔系个人咁嘅，即系同以前嘅打仗方法完全唔一样，所以好犀利啊！佢睇晒所有成个战场。包括海陸空咁，全部睇清楚，咁大家好明顯啦，啲目標點打點打，一討論話去咁就做噶啦。所以基本上呢個是一個好犀利嘅嘢嚇，但係咧而家嘅問題咧，而家烏克蘭嗰邊就冇用到 F-35，就用 F-16 就冇呢個咁嘅嘢，即係係喺佢傳統嘅飛機裏邊係算係最好嘅，但 F-35係隱形嘅 ，F-16 唔隱形嘅。所以咧就係兩種嘢嚟嘅，所以呢場戰爭可能都有排拖。咁一排拖咧，就美國嗰邊會盡好多力想結束，因為拜登結束咗咧，幫佢有選舉有幫助，所以呢度有排搞嘅。所以呢個我睇美國今次要出重錘啊。不過我諗咧，有一個問題咩咧？中共係唔想咁快結束。系啊，对佢有利。冇错，因为我一早就好，两年前咧，佢一开打嘅时候，我哋已经话啦，系中共咧系好希望佢开打嘅，因为咧睇我哋睇世界要睇全球一盘棋啊，共产党就系咁样睇，佢要霸主，佢要做世界霸主，所以佢知道咧，佢第一步佢要达到嘅就系占领台湾啊，佢系梦想要达到嘅，咁佢知道咧。同美國直接一比高下咧，係打唔過人哋嘅。唯一嘅辦法就係咩？盡量去分散美國嘅兵力。所以對佢嚟講咧，到處點火係好事嚟噶。啊，呢個普京侵略烏克蘭，哈馬斯突然間對以色列發動戰爭，係嘛？呢啲啊，全部都係中共要支持嘅，就係因為佢能夠趁火打劫啊，趁火打劫，佢知道。但如果台灣成為唯一世界上的戰場咧，咁啊慘啦！全世界嗰啲自由世界嘅民主國家聯手喺台灣戰場度對付佢，連啊習近平都明白佢哋冇希望嘅，所以佢嘅希望係咩咧？到處點火，咁我甚至唔會驚奇係咩咧？佢可能再喺第三個地方點火添啊，譬如話俾北朝鮮要去轟炸呢個南韓啊呢類嘅嘢啊，等即係世界上越多地方起火咧，佢習近平認為咧，佢能夠攻打台灣嘅希望就越大。不過呢個係佢嘅如意算盤啦，啊，佢嘅如意算盤到而家都冇一次係成功嘅，都係爛尾嘅。所以我同意你講啊，佢個政策啊。佢而家佢軍事上係唔夠人打嘅，但係譬如啊，五個地方一齊點火，歐洲、中東係嘛，南海、東海嚇，幾個地方一齊點火咧嚇，印度邊境，咁咧變咗咧，有時西方咧，因為西方係幾個國家咧，有時大家同意唔到嚇，傾唔掂數，咁就俾佢佔咗上風。另外，佢自己覺得。攻打台灣咧，佢有個地理嘅優勢，佢好近啊嘛。係啊，我近台灣，你哋離台灣遠啦。
係嘛？同埋咧，我又將你啲兵力一部分拖住喺呢個烏克蘭嘅一部分，即係歐洲、中東啊，或者東亞啊，佢係咁樣嘅一個策略嚟嘅，呢個好明顯嘅。嗯。咁啊，除咗呢個中共喺打仗方面搗亂之外，咁啊，中共咧係利用呢個 AI 啊，作為呢個極權政府嘅宣傳工具嘅。咁啊，即係話啲百姓除咗要擔心個人嘅私隱啦，被呢、這個中共咧利用呢、這個 AI 咧就竊取呢、這個私隱嘅資料啦，仲要擔心呢個極權政府或者係嗰啲。好壞嗰啲人咧，就濫用呢個 AI 嘅技術咧，宣傳佢哋扭曲同埋好邪惡嘅價值，比如話中共嘅佢啊嗰啲價值係非常之同呢個西方社會嘅價值係反過嚟噶嘛，咁樣同同埋咧就捏造呢個虛假嘅信息啦，就達到欺騙啊，同埋洗腦啊。同埋其他唔知即係人哋唔知嘅目的，就係非常之惡毒嘅目的啦。就係我想請阿嚴爸爸講下你點睇呢個？嗱，佢 AI 就為黨服務嘅，我哋搞 AI 就為人民服務嘅，可以賺錢嘅，為咗賺錢嘅。所以西方搞 AI 完全唔一樣。當然佢軍方都有用，但主要嘅問題咧，90%係為人民服務嘅。呢、這個咧就到過嚟嘅中共咧，就90%為黨、為軍、為政服務，講到最後就係為黨。所以個問題完全係兩件事。而家佢咧好彩咧，西方制裁佢嗰粒嗰條 GPU 啊，要一個嗰啲超級電腦咧，要成幾十萬粒 GPU 嚟搭出嚟嘅。咁而家西方制裁佢，佢可以偷運少量，譬如幾千粒啊、10,000粒啊得。但你話要幾十萬粒、100,000粒，佢偷唔到嘅。自己做咧，佢做唔到啊。佢做嗰啲咧，因為佢嗰、那個嗱幾多個納米嗰啲咁嘅嘢咧，呢啲納米咧，佢如果做得粗嘅話咧，那個耗電量啊同埋發熱啊係不得了嘅，去唔到個速度啊，即係嗰個計算速度。超級電腦最關鍵，除咗咧佢可以叫做 parallel processing 同步咁樣嚟處理之外咧，佢快。快個速度快到不得了，咁呢個同個晶片裏面用個納米就好細。如果越細越慳電越快，全部都同我呢個納米有關係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差唔多冇得追。好在而家咧美即係醒覺，但係醒覺而家已經拖慢咗噶啦。應該咧老實講，老早啊就應該4年前就應該立斷嘅，而家都算係咁。咁喺個 AI 嗰度輸嘅，佢喺輸緊嘅。美金嗰度輸嘅，我唔理佢人民幣有幾多愛嚟做買賣、做交易，但人哋唔會攞人民幣嚟做儲備嘅，即係我哋會唔會咧？我哋擺喺銀行嘅積蓄會唔會用人民幣？唔會噶嘛，梗係美金啊！佢所以講到自己幾叻，只不過交易同儲備係兩件事嚟嘅。咁啊，嗰度佢哋美國係贏曬嘅，啊！而且美國嘅能源啊，美國係全世界最大嘅能源生產喎。啊！佢而家咧就搞嗰班左派咧搞埋啲咁嘅環保啲咁嘅嘢。如果唔係啊，美國去到盡啦，根本連成個中東、蘇俄羅斯嗰度唔夠佢出產，佢可以生產到平到不得了。佢嘅天然氣可以平到你冇辦法想象啊！美國大把儲備啊，所以如果俾阿 Trump 上場咧，佢肯定嗰個能源啊控霸全球啊，控制曬全球嘅市場。咁呢啲係佢要做嘅嘢啊！佢幾樣嘢即係仲係好領先嘅，亦有幾樣嘢中共所謂追上係嗰啲生產啊嗰啲咁嘅嘢追上，但係嗰啲係好表面嘅，美國唔同佢買嘅一啲辦法都冇。嗯，咁中共咧仲利用呢個 AI 啦，就係散播呢個虛假或者嚴重錯誤嘅新聞內容，呢、這個都幾大鑊嘅喎，係。美国都会做，美国都会做啲咁嘅嘢，你唔使，你唔好担心，你唔好担心，你唔好以为美国好人啊，佢哋做好多假嘢噶，啊，即系呢个大呢啲咁嘅战争咧，长不嬲都做，美国有时好多假嘢噶，你睇睇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多密码偷人哋密码，如果唔系两场仗，未必打赢噶。系啊，所以啊，吴生你点睇？我头先。聽袁爸爸講嗰度，我想加一句啫。袁爸爸話：呢個中共一路想用人民幣嚟取代美元啊嘛，呢啲係白金通脹啦。咁咧，袁生就話：最多佢哋可以用嚟做交易嚇，但係唔會做儲備啊。咁我就想講一個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呢、這個中共宣傳咧就話啊，而家有好多國家都願意用人民幣同我哋做交易啦。咁其中一個咧係有啲震驚性嘅咩咧，就係沙特阿拉伯，因為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好富有嘅，好富有嘅國家啊嘛，好多石油啊。咁中共買即係中共買好多石油嘅，咁啊可以咧用人民幣嚟俾錢呢個沙特嘅。咁即係話哇！沙特阿拉伯人都接受人民幣喎，咁但係好多人唔知道係咩咧？佢即係正如阿袁爸爸講嘅，佢用人民幣做交易，我哋中共俾多唔知幾多億人民幣咧，俾嗰啲石交即係俾石油嘅錢啦。第二日啊，沙特阿拉伯人即刻啊飛去上海啊，將啲人民幣啊買黃金啊，因為上海有黃金。你一定要親身去噶，嗰度買，即刻將啲人民幣全部變曬黃金，即刻飛翻去沙特。即係我想講呢個事實證明啊，袁伯伯講係啱噶。嗱，咁講翻呢個 AI 咧，即係我同意，完全同意阿袁伯伯嘅睇法啦。即係佢中共咧，確係花咗好多力去搞 AI 嘅，因為我雖然。屬於老一代的 IT 啊，我都識少少啦。我後生嗰陣咧都搞過 AI， 我哋都叫 AI 噶，因為我做嗰啲機器人啊，機器人啦。咁嗰陣啲電腦冇咁快啊，但係我哋都係一種 AI， 即係我哋要模仿一個人啊，用機器去模仿一個人啊。所以即係我曾經做過一個喺80年代時候做過一個。參加一個項目咧，我哋個機器人咧係可以完全代替一個工廠裏邊管嗰啲machine tool 啊，嗰啲即係叫咩啊？車廠啊，車廠嘅。譬如話有我哋有一個嗰啲叫做生產小組啊，我哋叫做 manufacturing cell 啊，即係呢個 cell 啊，呢個小生產小工廠啊，可能有一個係磨廠，有一個係轉廠啊等等，即係各種嘅機器啊。咁中間有一個人咧，通常呢個比較有知識嘅工人咧，去控制呢啲機器。咁我將呢個人咧用機器人嚟代替咗。所以嗰陣已經係一種AI 啊，所以我係可以話有少少認識啦。咁由於中共嗰個體制啊，雖然佢係花咗好多力氣，因為共產黨沉夢以求係乜嘢啊？通過 AI， 佢能夠最後咧有一個係機器人嘅軍隊啊，因為佢哋咁樣就保證呢啲每一個士兵都唔需要講咩士氣啊。個個都會勇猛直前㗎，佢唔係人嚟㗎，佢係機器嚟㗎，係嘛？同埋要殺人如麻冇問題㗎，佢所以好得人驚。佢就即係佢嘅所謂上風啊，佔咗上風同自由世界比係咪？自由世界有好多道德嘅規範啊，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咁樣㗎嚇。但係共產黨嘅所謂優勢咧，就係唔需要考慮啲嘢。搞一個機器人出嚟啊！乜嘢武器都有㗎，好犀利！佢能夠識別啊，你嘅人臉知道呢個係敵人，即刻甚至可以放毒啊！放毒又好，用化學武器又好，生物武器乜都可以用，無所不用其極啊！佢係咁咯，所以呢個係佢嘅優勢，但係佢嘅劣勢就係佢嘅體制問題，佢嘅體制根本就唔係一個可以叫咩啊？俾所有嘅有天才嘅人啊，所有嘅人才能够真系有用武之地。我成日都话，美国点解咁多年来喺科技上一路领先？唔系因为美国人生出嚟就系聪明，就系因为美国有一个体制系能够吸引全世界嘅精英啊！你嚟到美国有你用武之地，有好多好自由，你想乜都冇人。你在中國大陸咁，動不動你就要睇一睇，喂，我呢個係咪合乎黨嘅要求，係咪合乎呢個領導嘅乜嘢乜嘢？總之你有好多嘢咧，你係要睇人哋面色，你先敢做嘅啊！但係美國就少好多呢方面嘅問題，所以發展起上嚟咧，係共產國家啊，唔係淨係。雖然中國人喺 IT 方面係特別聰明㗎，
呢、这個我要講，即係我咁講係咁。啊，我有我自己嘅經驗啦。我曾經管過好多部下，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所以有得比較。即係中國人係可能同中國嘅文化、中國嘅文字啊等等咧，我哋特別中國人係特別快喺掌握呢、这個電腦方面嘅技術嘅，非常快。啊，比起機械方面咧，相反啦。德國人出生出嚟就好犀利嘅，你睇佢整一部機器，哎呀喐手。中國人啊，如果機器出咗問題，佢都唔知道用左手定右手去做事係嘛？但係電腦出問題，中國人就叻好多嘅。即係我意思都話咧，唔係因為中國人比美國人笨啊，而係美國嘅體制啊係遠遠優勢，即遠遠優越過中共嘅體制。如果我成日都話，如果中國嘅體制係同美國一樣啊，哈！我諗阿袁爸爸都會同意啊。唔起碼十倍啊 ，GDP 增加十倍都唔止。中國世界第一嘅。係啊，實 GDP 增加十，啲人又勤力又刻苦又唔怕，即係真係老實講，同樣一個工人比一個工人係十倍慳地啊！嗰個所謂刻苦加班啊，真係嗰個所謂生產力啊！不得了啊！所以冇得比，工程師又係，經理又係，一路都掂嘅。唯一就個問題就係共產黨。冇錯，所以你睇下今日咧，雖然共產黨吹佢啲咩 GDP 吹得咁犀利，台灣嘅中國人人均 GDP 係大陸人嘅三倍啊！即係話，如果中國大陸嘅體制同台灣一樣啊，好快咧，中國大陸嘅人嘅平均 GDP 同台灣一樣。即係話咧，而家嘅中國嘅 GDP 要漲翻三倍，咁三倍唔係世界第一係乜嘢？就係咁簡單啊！但係台灣嘅體制係完全同中國大陸嘅體制唔同嘅，分別就喺嗰度啊！你睇台灣出咗一個黃仁勳啊，人哋係充分利用黃仁勳係自動嘅、主動嘅啊，要為台灣貢獻，因為佢明白啊，佢開始明白啦，啊，中國大陸係有問題嘅，係嘛？呢個，所以體制係唔係一夜之間你可以改嘅嘛？所以中共雖然知道，哎呀，我哋喺芯片方面落去人哋，喺呢個 AI 落去人哋，好多嘢都落去人哋。佢共產黨話：，我哋撥款，再加幾多億，冇用啊！嗱，老實講句，80年代共產黨啲人已經同我哋講，同我講啦。嗰陣我係佢嘅統戰對象啊，佢想吸收我哋啊，去幫佢攻破芯片嘅問題啊。80年代佢已經考慮緊啦，搞到而家今時今日啊，仍然係落後於人哋，因為芯片美國一路係將佢作為一種所謂戰略性技術，啊，一路係保持著最秘密、最先進嗰啲嘢，唔俾你中共知道。